走吧。这沈太太的意思是，把他人留下来。阿秀啊，哎，送春花回房间吧。是，谢谢太太。哎，且慢，且慢。这沈太太是把人留下了，可她到时候又跑了，你又把我叫回来，这一趟一趟的，您看着我就不烦吗？是福是祸，我们沈家认了。阿秀，哎，还愣着做什么？哦哦哦，谢谢太太，谢谢太太，谢谢先生。来来来来，起来起来，啊，哎呀，起来吧，好好吃饭，好好休息啊。谢谢先生。谢谢太太，谢谢先生，谢谢太太，谢谢。老少爷们儿，不好意思，这姑娘是我家闺女，我们是从东北逃亡到关内来的，我这也有，没饭吃，来，给你们，她这是饿的，收下吧。老少爷们儿都赏钱了，接着唱，接着唱啊。你还不唱？啊！你唱不唱？你怎么打？唱怎么打你？鞭子放下！唱不放下你的鞭子！打了！放下你的鞭子！放下鞭子！不能打人！不能打人！太不像话了！住手！他是我爹，你们不要打他。我们的家乡被日本人占了以后，我们吃不饱，穿不暖，到处流浪。同胞们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要想救中国，只有把日本人先赶出去。对，赶出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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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把日本人赶出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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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看看。哎，子健，是不是上次我把你的九一八四周年祭拿掉了，到现在心里还不服气呀？吴主任，恕我直言，您上次上的那篇文章，尽是些风花雪月，对我们的国计民生没有任何帮助。啊，你又不是不知道当局的政策，别说写文章，就是电影上。也一律不许出现什么九一八、幺二八的字样。所以说，我现在组织他们演出，而且我还要用我的笔，把一切所有肮脏的现实全都公布于天下。哎，哎，小点声。我给你一个选题。什么选题？看到这些人了吗？现在农村凋敝，民不聊生。这些拉黄包车的、码头扛包的、商场售货员，都是离乡背井来到上海。哎，子健哥。哦，这是我妹妹子玉，啊，这是她的朋友菲尔，这是我们报社的吴主任。吴主任好。你好。我刚才看到你们的演出了，演得非常好啊。子健哥，我有那么上不了台面吗？你都不说我是你的朋友。
我比哥哥差很多吗？你宁愿当他的朋友也不当我的。好了，别贫了，快说什么事。哦，我想问一下，我们下一次在哪儿演啊？对啊，在哪儿演啊？你们自己看着定吧，我跟吴主任正商量事呢。哦，啊，快去吧。好吧，那我们走了。那我们走了，吴主任再见。再见。吴主任，您说的那个选题我还是非常感兴趣的。好，我会好好准备。好。还没吃饭呢？啊，饭还是要吃的，不然身体吃不消啊。啊，春华，既然你愿意留下来了，就不能再生其他的事了。啊，在沈家，记住，要听话。刚到这儿，你可能不习惯。时间长了，慢慢就会习惯了。需要什么，就叫阿秀去做。待会儿啊，把饭吃了。沈先生，嗯，请先生告诉太太，春华谢谢太太。老爷，锁好门。见鬼了，怎么又是你呀？老伯，我真的没有地方去。你没地方去，你居然害我这个老头子，你真是。老伯，老伯，你现在回家就是了嘛，你干嘛要赖在上海呢？我没钱回家。你别哭，我老头子不会被你的眼泪蒙蔽的。老伯，对不起，我现在就走。你慢着。哎，你是不是肚子饿了？嗯。来，你吃吧。吃吧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吃。你家在什么地方？海岸。嗯？海岸。啊。拿去吧，拿去吧，拿着吧。
我能做的也就这么多了。走吧。走啊！你等我发脾气，你再走啊！你，谢谢。好了，你。春花，太太，您叫我有什么吩咐？吩咐什么？你又不是下人。来，过来坐。坐呀，站着做什么？每天这个时候啊，我都要打坐一个晨光，修身养性。你身体好些了吗？太太，是我做错了事，请你饶恕我。哎呦，哪里的话，坐坐坐坐。你不要看着我蛮厉害的，其实啊，我的心肠是很软的。有些事情啊，你可能不知道。沈先生和我呢，虽然不是青梅竹马，但也举案齐眉，相敬如宾。我呀是一个特别爱小孩子的人，因为生过一场大病，就不能生了。沈先生就给我买了只小狗，那只小狗啊只有那么点大，特别的可爱，整天啊跟在我身后摇头摆尾的，乖的呀不得了。那我怎么没见过他呀？哎，死了。名字好，名字好。先生再见。王宝车，王宝车，先生，先生，先生，哎，好，走了，走了。哎，先生，你要香烟吗？要香烟吗？要。哎，先生，要香烟吗？香烟要吗？王宝车，香烟，香，先生要香烟吗？王宝车，排队，排队，排队。王宝车，先生，来包香烟吧。哎，不要，不要。先生。香烟便宜了，香烟便宜了。哎，要香烟吗？黄包车。哎，先生，要黄包车吗？您要香烟吗，先生？秋月，去哪儿啊？啊？哪儿啊？还想跑哪儿去啊？给我追！站住！别跑！别跑！让开！让开！你看看，像沈先生这样在官场上的人，到了他这个年纪，这个位置啊，谁不想生个儿子传宗接代呀？沈先生啊，他从来都没有埋怨过我，可他越不说，我这心里就越难受啊。这种苦，只有我自己才晓得呀。你来家里的那天，我脾气不太好。那是因为我生气，沈先生他瞒着我到那种地方去。其实我第一次看见你啊，就觉得你面善，看着啊蛮亲切的。其实你虽然是买来的，可我真把你当成自己家的小妹。真的，我特别希望你能为沈家生个儿子，为沈家传宗接代。真的，你要是为沈先生生个儿子，你就是沈家的姨太太。要是你实在不想当沈家的姨太太，也没有关系，你可以留下来做个下人，等你把钱还清了，就可以走了。哎，只不过，现在外面到处都兵荒马乱的。你一个女人家怎么讨生活啊？就算你找个乡下人，还不得一辈子受苦啊？妹妹呀，
你说我们女人一辈子图什么？不就图能嫁个好老公，能过上舒服的日子吗？听姐姐一句话，为自己啊，好好想一想。老伯，怎么又是你呀？他们守在码头，我走不了。快进去，快进去！你怎么了？两天都没走掉。而且我已经两天都没吃饭了。你这不是有钱吗？这钱是你给我的路费，我不能用。你这闺女真是死心眼儿。来，这先吃点。闺女啊，不是我没有同情心，白天我这儿人多，要是人家看见你藏在我这儿，那我就麻烦大了。我知道，我是来还钱的，我马上就走。这钱我已经给你了呀。我回不去了，所以这钱我不能收。你这闺女真是死心眼儿。像你这么大的孩子，应该在家里有爹娘疼你才对。可怜呐。你现在住哪儿啊？我没地方住。那今天晚上我给你搭个铺，你就住这儿吧，啊。不过以后，我这白天你不能待，你得晚上过来，白天你自己当心点。好的。啊，你先到楼上去吧。待会儿我这打烊了，我到楼上给你找两件我老伴从前留下来的衣服，你换换穿穿，啊。何老伯将我收留下来，可是春花还没有逃出来，我多么想马上见到强子哥，让他救出春花。春花到底怎么样了？好好停车。老伯，哎，先生，您来修笔呀？啊，我这儿有两支笔，一支是我的，一支是我同事的，你给修一下。啊，哪儿坏了？可能是笔尖坏了，您看能修吗？不能修就帮我换一下。好，谢谢先生的关照。哎呦，您太客气了。老伯，您这儿笔修得好，我当然要到您这儿来修了。这总归是先生给我介绍来的生意嘛。你太客气了。好，再见。哎，再见。
哎呀，春花，你这身衣服真是太漂亮了。哎，你看看你，人又年轻，皮肤又白，身材又苗条。哎呀，这身衣服啊，真是再合适你不过了。要是穿在别人身上，那就是糟蹋了。这是上次叫裁缝做的那件吧？是沈先生买的。哦，啊，春花，坐。我说啊，这女人的衣服还是得男人来买，男人的眼光啊很准的。正好今天晚上沈先生要去听戏，你就穿这件陪他去，我看蛮合适的。我陪先生去听戏，我是下人。什么下人不下人的，我可是一直把你当成自家的姐妹哦。啊，我今天身体有些不太舒服，沈先生出去身边总不能没有人陪吧。你再收拾一下，吃完晚饭就去啊。谢谢太太。客气什么呀，自家姐妹，春花以后不好这样客气的啊。阿秀啊，你早点做饭，听戏不好去晚的。是太太。感觉怎么样？嘿，这可是你第一次出门，哎。来了，吃饭了。哈，你在偷师学艺呀？老伯，您识字吗？我要是识字，还能干这个吗？那你为什么会修笔呢？从前我是在一个洋人的修笔店里工作的，师傅们在修笔，我就站在旁边偷偷看。我们家老人常说啊，一个人是得有点手艺，将来才不会被饿死啊。那你能不能把这个手艺传授给我呢？你学这个？嗯。好，那你以后要认真的学习，好好的看啊。你来试试。我啊，你就把这儿啊，给它错平。坐啊，坐坐。先生，您的茶。这戏啊，沈先生，你也来听戏啊，真是雅兴啊。怎么，胡先生对这国粹艺术也很有研究？我就是个棒槌。二太太，您今天真是漂亮，就像那台上戏文里唱的一样，一朵海棠花。
是不是沈先生？话多了，话多了。沈先生，二太太，你们看戏，你们看戏。走走走走。啊，赶紧走。那可是个名角啊！啊！他若是这丫头，将门关闭，如何是好？一辈子不开门。啊！李龙哥回来了！哎呀呀，你们这里呀，酒也不好，饭也不好啊！今日在此，莫要走了，来日再见，来日再见。回来了，还我与他开门。哎呀，来吃吧，吃吧，来吃。婆婆在哪里呀？哎，婆婆在哪里？要文雅点吃。婆婆在哪儿？婆婆在这里呀。好跑啊，好跑！好干呐，好干。好。不到底。哎，停停停，住去！哎，抓住他，抓住他！是，追，给我追，快点跟上！追，别跑！给我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老板，哎，别来碗酒。你们好，马上马上！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给我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快追呀！别跑！哎，哥，怎么了？站住！哎，哥，哥，哎，先生，先生，还没给钱呢，你。别让他跑了！站住！抓住他！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
今晚上累了吧？啊？哎，坐。哎呀，评弹以前听过吗？连评弹都没听过。哎呀，曲子美呀，词更美。以后我常带你出去转转，大上海好玩的多着呢。我自从见到你，就没看见你笑过。我总是在想啊，像你这么漂亮的女人，笑起来能有多美呀？啊？你笑起来真的很美。先生，春花为你生了孩子了，真的就能算沈家的人吗？你真傻。敢跳，然后我就眼瞅着他被二顺给抓走了。强子哥，都是我不好，我没有照顾好春花，你骂我，你骂我吧。我去救他。强子哥，你干嘛？有很多很多打手。你干什么？你要去送死啊？我会小心的。哥，那我去叫人。哎，强子哥，你怎么办呢？这么急会出岔子的。那怎么办？走，我们去看看。哦，哎呦，这位爷，哎呀，来呀，爷来啦！哎呀，哎呦，这怎么哪儿来的要饭的呀？给我赶出去！哎呦，哎，哪儿来哪儿来？哎呦，二顺，快出来！哎，哪儿来的闹事的？啊，冲你啊！二顺，闹事啊！把他赶出去！啊，臭要饭的，给我滚！你们这儿谁是头？你管着谁是头吗你？你给我滚！都别动！大哥，大哥，你要干什么啊？大哥，我问你，我妹妹在哪儿？大哥，你妹妹我怎么知道啊？我妹妹在哪儿？我真不知道在哪儿。大哥，干什么呢？你敢知道你妹妹？那是谁呀？看啊，姐，姐，姐，你看呢？姐，哟，啊，这位爷，您是来找姑娘的吧？冬梅。去给安排两个姑娘，哎，来来来，好好伺候这位爷。好，我妹妹在哪儿？谁知道你妹妹是谁呀？我这是妓院，你知道吗？在我这儿找你妹妹？滚啊！你妹妹是谁呀？啊，谁呀？我妹妹叫春花，我问你，我妹妹在哪儿？我不知道。我好，不说是吧？要你的命！我带你，好，我带你去找，我带你去找阿姐。滚，阿姐，快给我找！快走，老伯就是这里。快来人呐！快点！哎呀，这是干什么呀？这是啊！
来不给我找出来，我对你不客气。让！哎呀，就是他，我的兄弟，这寻欢作乐的地方，舞刀弄枪的不好看。这儿你说了算是吧？对。我妹妹在哪儿？来找妹妹。兄弟，你哪个堂口的？我哪个堂口的也不是，我就找我妹妹。我妹妹叫春花。你一个人来的啊？我还以为是哪个堂口的，你给我滚一边去！你找妹妹啊，来错地方了。她现在是沈局长的二太太。他们家在哪儿住？来，这位兄弟带你去。走。阿忠，哥，你去。没事没事，你们放心吧。